启蒙有声的哟。拉布拉多警长，世界宝藏。泰姬陵的眼泪，三。绿宝石吊坠是泰姬陵最珍贵的宝物，资料上说，吊坠是用黄金制造的，它的造型像一只号角，上面还镶嵌着一块橘子那么大的绿宝石。橘子那么大的绿宝石，哎呦呦，那一定非常值钱。难道蛙次郎带走了绿宝石吊坠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拉布拉多警长肯定有办法。是的，是的。恒河猴和小蛇用亮晶晶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的手表突然发出了亮光。是柯基警察长，绿宝石吊坠。别担心，可爱的我知道绿宝石吊坠在哪里。根据消息，有个大明星正在拍一部关于宝石的电影，上个星期他把绿宝石吊坠从泰姬陵接走了，现在他在恒河边拍戏，你们快去恒河边找他要回绿宝石吊坠吧。拉布拉多警长开着车来到了一条宽宽的河边，这条河里有人在洗澡，有人在洗衣服，还有人在对着河水低声祈祷。这是恒河，恒河可是我们印度的圣河呢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们看那边在拍电影。车子开到了一座漂亮的房子前，透过窗户他们看到一只美丽的白牛正在拍电影，他的脖子上正戴着，是大明星白牛公主。哎呦呦，是绿宝石吊坠。天哪，借走绿宝石吊坠拍电影的原来是白牛公主，她是我们印度最美的大明星。是的，是的，最美的明星。瓦次郎一直盯着泰姬陵的宝物，他是绝不会放弃最珍贵的绿宝石吊坠的，所以他一定会来偷的。只要我们跟着白牛公主，瓦次郎一定会再次出现。我们要看白牛公主拍电影。恒河猴和小蛇兴奋地一起朝房子大门冲了过去，门口的保安拦住了他们。站住，白牛公主正在拍电影呢，除了演员谁都不能进去。这时候白牛公主走了出来，她好奇地看向拉布拉多和杜宾。你们是演员吗？我今天要拍跳舞的戏，正好少两个男演员呢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演员。哎呦呦，我们演戏演得可好了。拉布拉多警长小声对恒河猴和小蛇说，你们俩在外面等着，我和杜宾警员进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好的好的。拉布拉多警长拉着杜宾警员走进了房子，舞台上一群人正在演出呢，他们个个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蒙面长裙，这是印度女性的传统服装，叫纱丽。白牛公主穿着红色纱丽站在舞台中央。来，大家准备好，一二三，开拍了。大家跟着我踢踢腿扭屁股。欢乐的音乐响起，大家一起在舞台上跳起了舞。拉布拉多警长和杜宾警员跟着人群手忙脚乱地跳着舞，杜宾警员一会儿踢错腿，一会儿转错手，跳得脑袋都晕了。哎呦呦，我不会跳舞啊，而且不是说拍电影吗？怎么一直在跳舞？杜宾警员，印度电影里经常出现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的场景，这是印度电影的特点。哎，等等，你看那边。白牛公主扭着脖子，她脖子上的绿宝石吊坠闪闪发光。就在这时，她边上一个穿着蒙面长裙的矮个子女孩忽然扑了上去，一把抢过了绿宝石吊坠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吗？白牛公主吓得跌坐在地上，人群乱成了一团，那个矮个子女孩乘机一溜烟向门口跑去。可她没有想到，拉布拉多警长已经先一步冲到了门口，拦住了她。杜宾警员扑过去扯下了矮个子的蒙面。你果然来了，瓦次郎。瓜比，又是你们，看我的粘液攻击。瓦次郎掏出粘液枪朝拉布拉多警长和杜宾警员喷射过来，
拉布拉多警长立刻躲开，瓦次郎双腿一蹬朝窗户跳了出去。拉布拉多警长追过去，拽住了瓦次郎的长裙，瓦次郎顿时摔倒在了地上，绿宝石吊坠也飞了出去。瓜皮粘液，瓦次郎急忙射出粘液想粘住绿宝石吊坠，只见一团粘液裹着绿宝石吊坠飞出了窗户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绿宝石吊坠掉进了窗外的恒河里不见了。